分享最后一个影片哦，那我先播一段。
也是类似啊，说它是这个以美国那边啊为主啊。好，那我想，这个是一个云的例子啊。我们所有的歌曲、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云上面，使用者可以很快啊就可以找到，就可以听到这些歌曲啊，都算是蛮受欢迎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些账号的整合啊，这个也是很苦恼大家的一件事情。大家一大堆账号，那怎么哪一个账号什么密码什么 ID， 有时候就很难管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云的服务也提供帮你做整合。哦，那我还是举 Google 来当例子哦。Google 账号呢，整合许多云端的应用哦，那这些都的登录啊、授权啊，都可以整合在一起。好，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服务。那 iCloud 也是哈，各位如果有用的话哈 ，iCloud 也是整合它的一些像包括这边有哈，包括邮件啊，还有这个备忘录啊、行事历啊，哈，它还有它会这个同时会帮你处理你的文件，不过它的文件就是不是 Office 啊，它是那个叫 Word 哦 ，iWork 哦，就是 Page 啊、Number 啊，哈，那些。哦，那些文书处理哦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服务还不是很广泛哦。比如说你要把 Office 的文件存在上面，它就没办法就没办法做处理，所以它的服务，它的云的服务还是有限。目前云服务做的比较好的还是 Google 哦，那 Apple 它做的比较好是端的部分哦，所以这两家其实大各有擅长。Apple 的端很 fancy 啊，对不对？大家 iPhone 啊，对吧？哈、哦。iPad 啊 ，iPad 啊，对不对？现在 iPad Air 哈 ，iPad Mini 哈、这个做的都很 fancy， 非常漂亮，所以它的端式上经营的蛮好。包括说这个笔电也是啊，所以 Apple 在端这边是琢磨蛮多的哦，它的 user 端其实做的真的比 O 比他们要做的好多了。哦，那但是语音的部分呢，我想 Google 就是主大的哦，那很早就在经营这一块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可以，只要你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也建议说你的云的服务就用 Google， 端你可以就可以用像 Apple， 哦，那这一类，哦，那它端做的不错，哦，好，那 iQ 就是做这些资料的整理，哦，好，那再来，不过这个刚讲这个 Apple 的端做比较好，也慢慢可能会改观的哈，因为像 Google Glasses， 对。啊 ，Google Glass 已经是应该是明年就会，至少已经有人用是试用哦，800个试用者哈，那我们台湾可能没有哈，那明年也会上市哦，那这个最近也是像一个算是一个端，因此我要跟各位讲，云端这个端发展的也是非常迅速，像现在这个已经进到什么，我们把它叫做wearable 的 device，wearable 就是穿戴式的。设备一定不是 handy device， 不是说手持的，或者说 mobile device 移动式而已，没有，它基本上就穿着戴着 Google Glasses， 啊 Google Glasses， 那这我想大家多少都有看过一些新闻嘛，哈，这是云端的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但是也有人很在意一些相关的品质的问题，啊。那像这个，据说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机会也买个莱斯坦啊，屏幕脸这个眼睛上面有投射的屏幕的啊，投射屏幕这些资料，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浏览，那浏览资料，那当然这时候就声控很重要，声控跟你的动作，哦，声控跟动作，那所以眨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啊，眨眼睛啊，那眨几下或是眨的频率。就可以换页，或是说这个对应一个什么动作这样子，还有摇头啊、哦，还有我们摇头啊，是会点头啊，哦，那也是动作换页啊，换页啊，声控也可以，声控也可以啊、哦，对，它声控越来越重要，还有你的这个动作啊、哦，你的头啊摇头啦、晃脑的啊、哦，还有眨眼睛之类的啊、哦，所以对未来啊。哦未来大家能看到这个如果流行的话，你会看到一大堆人在路上这样摇头晃脑，不在干什么，还在操控他的 Google Glasses 啊，哎，
啊。这个解析度啊，哎，这个是摄影机的一个解析度，应该是配每一秒拍够拍多少，好、哦，每一秒数类似那种数的意思哈、哦。那这个是解析，这个是照相机的解析度。哎，下面这个是无线通讯的协定，这我想你不用太在意没关系，它是一个是无线通讯的协定，比较快。802.11 是一个全世界无线通讯的一个协定的名称，哦，那802.11b 啊 ，BCDEFGH 还是可以这样下去，哦，这比较技术面的，哦，只是说它的规格是这样子，就比较快，哦，所以如果在买设备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，哎，它的 WiFi， 哦，看到 WiFi 吗 ？WiFi 呢是802.多少？如果留意的话，它就是这种，这是标准，一个标准，啊，当然是越后面越好，哦，802.11，哦。后面英文字母越后面就越新潮的意思，越快的意思啊。好，当然它是 Android 的作业系统，啊 ，Android 作业系统。那我现在跟各位问一个问题啊，在座我想大概手机或是手持设备大概分两派啊，一派是 Android， 一派是 iOS 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哪一个作业系统？最后面会是最大的影响，就是它会囊括所有市场，或是说现在有这个趋势。各位晓不晓得 Android 现在大概市占率占就是全世界这样占了多少系统是用 Android 系统，手机或是平板？80%。将近80%，70%了啊、哦、！iOS 只有18%，而且有往下掉的趋势啊，所以苹果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啊、哦、！iOS 有往下掉的趋势啊 ，Android 的占市占率有往上升的趋势，它已经快到80%，又在往上跑。所以你如果在做研究了，做手机研究，我建议你研究 Android 的啊、哦，就是这样。Google 啦 ，Google 的这个手机吧，哈、哦、，Nexus 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平板，还有那个神送的 HTC 的，或者其他的话，就用 Android 然后作为系统。如果你觉得啊、哦，如果你要研究啊、哦，你要这个或是投资，对，参考一下嘛，参考一下。好，所以 Android 系统是市占率蛮高的，是蛮重要的一个系统啊、哦，蛮重要的系统，特别它又跟 Google 很多 service 结合在一起，哦。很容易就可以接上去，好，一些云端的程式设计都很方便，好。那另外呢，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端，哦，就是它可以做温度计，气压，温度、光源、噪音的感测，哦，哦 ，Google GB， 哈 ，GB， 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感测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端，只是用这种端，并不是使用者带着或是说穿着，它是你放在某些地方。所以各位想想看，如果家里可以布好整套的这种设备，它就可以帮你远端的做温度控制，做各方面的光源噪音的控制。好比说有时候你离开家，到底冷气有没有关啊？那气泡没有关是很重要，离开家一两天可能就浪费很多电。这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感测器，送回资料可以说啊，家里现在还是很凉，很明显冷气没有关。那这时候你都可以透过你的平板，透过电脑直接送个讯号过去，直接把冷气关掉。这个那就很美好了，对，那就很美好。还有呢，如果你在看电影的，你在看电视的时候。你的上面的灯光可以配合你的电视节目去做调整，你的活动啊、哦，你的活动现在是比如说用餐，那就帮你调出这个用餐的光线，哦，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用。那这就是我们把端的部件已经从人携带的这个换手，把它扩展到到处都可以挂出这种固定式的。帮你去感测周遭的环境，哦，而且统一可以汇集到你的手机去控制，
那这套系统很好用哦，它甚至可以侦测哦，有些会说还可以侦测老人家，哦，老人家他在家里有没有跌倒，哦，这都可以做，哦，这跌倒我就马上要通知这个医院来做处理，哦，所以说只有医疗那要更不得了，哦，自动量血压，自动量体温，哦，那超过一些健康的这个警戒值的时候，赶快要做管制，所以这是个数位家庭，哦，一个数位的环境。哦 ，smart home， 好，再来 ，iWatch 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个我小孩子已经跟我订一个，说我明年要买啊，然后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啊，好，那 iWatch 跟像索尼会出 smart watch， 这个也是明年啊，因为这个 Google Glass 要出来 ，Google 眼镜要出来，那你 Apple 也。结果端是他的擅长，他怎么会输 Google 呢？哦，你推眼镜，我推手表，哦，大家比比看啊，比比看啊，那这都是端不断的在改进。那各位比较碰得到就是端的部分，你会觉得哎，越来越漂亮了，很多端越来越漂亮啊，哦，越棒啊，哦，那这就是让你感受到云端的一个进步。哦，好，